Sarah 成员193同大表嫂 Alina 今日着到靓靓咁出席新节目 Fashion Killer 记者会，佢哋第一次合作已经超有火花。平时牙尖嘴利嘅珊珊见到大表嫂都要俾翻几分薄面啊！好惊咧，即系我心底里咧，本身开呢个节目嘅时候，好惊遇到一个系唔合拍嘅主持咁就大镬啦。但 OK， 真系 OK so far。我就惊佢咯，有啲恶啊，佢有阵时系咩？系啊，对你超温柔喎、啊。一阵间你知啦，Sandy 几大只啦，佢攞个胸都夹爆我头啊！如果恰下 Lina， 我好想俾佢试下，我叫佢操下先。胸肌几大块啊，两块夹个头喺中间，你自己幻想下。有畫面，有畫面，有畫面。阿Lina應該試過嘅，佢唔知。哇！你玩得好偏喎，我冇試過嘅話，可能調翻轉。冇可能，冇。好老實啊！冇可能，我話。偏咪點解冇可能先？因為 Stanley 好正經咯。揾得佢哋做主持，梗係睇中佢哋嘅 fashion sense 同感染嘅性格啦。唔知阿Lina平時又會唔會 challenge 大表哥 Stanley 嘅衣著品味咧？唔 judge 噶，由得佢啊。喂，你而家已經 judge 緊啦，你一句。你可以俾説話佢聽喎。你忍得住咩？嚇唔會，除非佢同我出街咯。最多唔同佢出街啫，即係話唔會 judge 佢，但最多唔同佢出街啫。你著到咁唔同你出街啦，咁樣。唔係佢呢個身形咧，其實佢著咩都 OK 啊，佢唔需要特別要去點樣襯。係，反正我覺得佢唔著最 OK 啊，真心。我覺得Stanley 唔著上半身 OK， 如果我唔著下半身 OK 咯。但係馬鞍山巨龍喎、啊。他自稱啫嘛，我都是九龍灣金剛棒啦，自吹自擂，邊個知啊？講真，你而家同佢一定扯貓尾噶。咁你哋比下咯。我哋比格劍，唔係啩？有啲奇怪喎、啊！你叫我同你條仔格劍，你有啲奇怪啊！嚟緊1月14日就係珊珊嘅33歲大壽，特別的日子，梗係要安排特別的節目慶祝下啦。生日係同屋企人去旅行咯，就係咁啦。去邊處啊？費事透露啦，費事俾人撞到啊！咁就。係咯，因為好耐都冇去過旅行啦，真係幾年都咁難得，而家賺到少少錢咧，就可以同翻屋企人去旅行。以前就佢哋請我去旅行，咁而家就終於可以真係第一次請佢哋去旅行咯。即係姜圖咁就係請家人咁樣去。我家人比較細咯 ，family 我都因為姜圖都係豪華團咯。佢比豪唔豪華啦，因為而家去旅行所有都好貴啊，大佬超貴，機票貴過以前一倍幾兩倍。所以已經好貴，等於請咗一家人嘅，請咗埋啲親戚噶啦，個價錢係。會買多架車獎勵自己放生日禮物啊？唔會啊，接多啲廣告先啦，再買啦，係咯。講翻個節目，其實都有唔少星級 stylist 參加，好似呢位自稱人間薰衣草嘅 Barry， 其實係 Serena 嘅前 stylist， 有啲料到嘅。應該咁講，好多 stylist 本身都有襯過星，咁所以其實都唔係話真係。升唔升級咯，係啦。係咁啊，阿樹妮，你有冇幫你加油啊？因為我其實 join 呢個嘅時候冇特別同佢講嘅，因為我都想即係俾個驚喜大家。咁而家出咗嚟，我估應該都支持啩。有冇俾阿三三？即係你同佢講嘅。三三跳機啊嗱，呢度賣少少關子，其實咧唔係三三跳機，係調翻轉睇節目 ，OK？你夠膽夾佢嘅？點解唔夠膽啊？咁樣講啦，因為其實咧呢個比賽個賽制個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其實三三唔會直接影響到我贏唔贏噶，係啦。咁所以就係咯，到時都係睇節目啦。淨係聽佢咁講，就知今次節目內容一定好爆。大家記得 mark 實1月9日 Fashion Killer 首播啦。